就空你来单挑，八十，那没有狂起来打，你也想操作？这边黑猴吗？管他黑不黑猴的，我让他直接殒命在这里啊！一级，别急，草里试探一下，草里没有人，我们站住这个草。是我怕了干嘛？兄弟圈，吃冰波，来吃冰波，吃冰就吃八十，啊不吃冰可以，不吃冰看着，八十，拉他过来，哎一下，两下，三下，八十单体八十，把伞给我交了，啊兄弟，每次用铁男的数值，我让你看一下啊，八十他是果了。拉扯骗了个E，拉了回来，来吧，你没闪了，把吉帕给我交了，不服啊，不服就服，服不服？落手什么数值怪啊？谁啊你是？我叫铁男，你给我听好。那么这一波单杀完了之后呢，我想想啊，这一把的话不用出小板甲，这一把可以出法强。这边给个眼，他们大概是谁呢？大概是个猴子，八十反拉，没反拉成功，没事，准备进内圈，挨一下开盾，再一接八十，来你看你掉的血多还是我掉的血多啊，你出血怒，你出血怒还是我出血怒啊兄弟，把冰先清了，冰清完之后呢，八十把冰都清完，顺便叠个被动，猴子在上路，这波我们等我五级，等五级的话呢一打二，随便的一打二啊，五了，来吧抓我，来谁来谁死，随便抓我，真的兄弟，你看看找你抓你亮一下试试看，哦五了，五了没事，跟你拉扯一下，五了跟你拉扯一下，打杀戒可以叠被动的单体 Q， 把这杀戒先秒了，来吃冰波，我就问你吃不吃，招是吧，招就八十，哎一下拉过来开盾，八十开机跑，你开嘛，没事你跑得再快随便你跑兄弟，我叫铁男你记住，我叫铁男你记住，八十还有不？这不可以干他了，点火好了，拉回来，哎，一节大招，来吧，真男人一 v 一大战，我叫铁男，你记住，我才是诺克萨斯最远古的神啊，兄弟。我不想打了，那你点吧，那你直接点吧兄弟，不想打了，不想打就不打，不想打你直接点啊兄弟，不知感恩的人，来我抓杀蝎，来拉过来，拉过来跟你干，我都不用自己贴脸了，真不打了兄弟，你在骗我是吧，啊你的小伎俩，你的小伎俩装不打了，死了还在跟我动手啊，八十拉回来再八十，
下锤40吧。吃果汁，好，先别急。来，哎，来嘛，来嘛，来嘛，反应，滚！海克斯自走炮台登场，元素亚龙登场。好，怎么有大了？等点火，等点火，你又是一条尸体了，兄弟，来，拉回来，套点火 ，A 级单体 Q。感谢老板，欢迎下次光临。你是分不清大小王是谁啊？我这锤跟你下手可是没轻重的啊，兄弟，对吧？有没有觉得又在铁男玩的不错的，或者说你能看我直播学到思路的兄弟们？啊，左上角免费的关注可以给右的点上3个，好不好？3个就够了。一锤100，你疯了？给诺手打红温了，反一。好，没事，他杀不死我。开个 W， 少掉点血。80，哎，打断一下，再80。再拉过来，来吧，这一波跟你干到底，兄弟，80，我来招，你不许招，我大药好了，你不服你可以再来一下，啊，九秒钟后，我就这么说，九秒钟后，你要是不服，你再拉我试试看，省得我自己被移过去找你了，80。吃果不让吃，框起来，还有你呀、啊！套一加点火，死！防御塔筑层即将脱落，来一个我杀一个啊！在上路这个单挑竞技场面前，你来一个我杀一个，我说了算。这一把的话呢，我看看他们阵容什么阵容，肉不有点肉，有点肉可以出编剧了，这把，这把可以玩战士流啊。然后呢，兄弟们，只要铁男好玩的，好吧，左上角这个福袋还有1分钟啊，好吧，这是个全民福袋啊。因为我知道今天肯定有很多新进来的同学们想了解铁男这个英雄的啊。来吧，我看你还服不服？服不服？还是不服？还是不服？不服就打到你服。摆烂了、啊，兄弟，别摆呀！你还让我半血啊，兄弟！你还能让我半血啊？回来，没拉回来。你走嘛，没事你随便走，我上路就是平推，啊，你不守我就平推，你守我就慢慢折磨你。我一技能等级越高之后呢，我法强越高的啊。反应一下。这是你唯一单杀我的机会了，兄弟。你唯一的机会你不把握住，你不中用啊，兄弟。啊，你不中用啊，诺手。你直接用 W 的护盾把他大招吃掉，他既不能斩杀你，伤害打在盾上面，反手闪现拉开距离，不让他续伤害。一针拉过来，一拳80，886。Enemy double kill, enemy rampage。来，这把我们不仅要 C， 我们还要赢。击破队友是吧？ Shut down。击破队友，好，好，给你尝尝我的铁拳，滚！来开个 W 回口血，哟，我走，好像还没走，把那啥剑先拉过来，这里没人，这里没人，这里也没人 ，OK，
进攻。这把玩一下纳什那一套吧。哟，来了，别拉假猴啊！拉，来吧，这是假的，这真的。卡角落一拳给你打死，先拉他回来，别急，这边有护盾，用护盾吃他大招啊！拉走。你俩是谁呀？ 我不懂你俩是谁呀、分不分清大小王是谁呀？ 我叫铁男，你记住。真是服啊，真是服啊！今天12点钟上线的，兄弟们，只要在播间学会思路之后啊，待会你们就可以开排位，直接开爽了。宣到一把就是爽，我告诉你，这英雄你就往死里推啊，上路你就往死里推，来人抓你你就关那个最弱的来打单挑。来，不吃肉太脆了，他本身他就是肉啊。这波先打红 buff， 先把被动叠了，这么多手还要带线，让他带，我们待会去解决他。不过现在没赏金塔，没赏金塔算了吧，我们去把龙打了。看来打，给你们教铁男怎么打了龙团啊。找谁呢？找打野。找打野框过来，铁男一v一男人单挑竞技场。我叫铁男，你记住。好，人杀完，龙让队友拿，这不是我要做的事情啊。来。你把打野框了，我告诉你，他既抢不了龙，他还要被你折磨啊！打又打不过，跑又跑不走，难不难受？难受。而且诺手这波还没推到塔，我回他回来，两个表情，他心态崩了啊！我只能说他心态已经崩了。你干嘛？你是干嘛？我大还有30秒，这波他应该要来抓我了。这波我先别太装，我没大招。有大招能单挑的时候呢，我们再装一点。两人有点多，反翼把他们推走。也坏了，对面生气了，对面生气了，不让我走了，我操！出个冰杖吧，这把他们想喜欢搞拉扯，什么吸血鬼啊、侠呀、诺手啊、猴子啊，都想跟你搞拉扯的，不跟他们搞拉扯，你出个冰杖粘住他们。冰杖配合上这个面具的话，刚刚好还能拉满这个效果。他们属于是什么？组团来打 BOSS 了，你知道吧？他属于是组团来打 BOSS 了。对啊，手游铁男是可以通过打小兵叠被动的。来，把这波现金了。这波有帽子了，有帽子的话，我随便去装掰了。哎，那句话，先带线。诺手我都不放在眼里了。哟，哟，你好，我先干你吧，等你 ADC 过来再干你 AD。算了，就先干你了，兄弟。摸不到 AD 啊，现在没出对对棒，摸不到他 ADC， 不然的话这波就开了 AD 了。回家出对对棒，灵活点。还要操作。发起攻击。你要打也不是不行，说实话，啊也不是不能打，就是我怕你们顶不住啊，真的啊兄弟。也不是不能打，我就是怕你这个 AD， 你这个身板你顶不住我的那几锤啊！勾一个，没勾到，拉倒了，回家了。你说的对吧？还要来？过来，给我干呐、啊！
这波盖猴子，哎，开错了，我就开你吧。啊，你也一样的，无所谓的，就是你有点难杀就是了。先干死一个。哎呀，开错了，开猴子，我锁了锁猴子，这到了选敌怎么选的？我手滑锁了猴子上，他妈给我开到这个什么乌鸦上了。我操了，把他们最瘦的勾进来了，压力的别。这东西手头很重要，你怕他？你这不挠死他兄弟？你跟他闹呢？十四体螳螂怕十三体吸血鬼啊！哎呦，人手做魔抗啊！他们乌鸦也做振奋，吸血鬼也做振奋，什么意思啊？不全盯防我做装备啊？那我框你猴子吧，你猴子没做魔抗的，你猴子全。要么是水量装，要么就是护甲鞋，框猴子吧。基地护盾。而且框猴子的话，他龙团他抢不了龙，龙就跟他没关系了。发起攻击。我是上波没推对棒，有点傻。这一波，我就框你来单挑，八十。耶，哎，你人呢？这真猴假猴？哦，这真猴啊。真猴啊，真猴早说呀，真猴早说呀，我以为假猴呢。啊，呵呵，打半天我以为我打的是假猴，我说不对呀，这假猴怎么还不消失呢？干到底，哎呀，我发现原来干的是个真猴啊，就一棒啊，那他不是 AD 不就这样吗？我一个单体 Q， 那他就这样了，那我能怎么办嘛？不是我下手太重了，是他太脆了，兄弟们，是他太脆了，不是我那个太重了。他应该都没想到要开大招吧？他觉得他身板能扛得住我一锤头。我要去练铁男了。我在路上，抓紧拿去上分吧，兄弟，我不多说了。选到你就是开爽，来，就刚你杀我是吧？消耗一下 ，W 没了是吧 ？W 没了，狂起来打！我这个人最不记仇，我的仇就当场就报的。哟，你也想操作一下吗？你也想操作？你也是啊？你也是吗？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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